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特休历年改到职日、出缺勤及特休有效时数如何查看。一例一休改制了，主管或人资该如何计算出缺勤跟特休呢？那员工又该如何看自己的出席请假情况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吧。首先输入账号及密码，点选系统设定，点选姓名后再点选编辑，然后针对每位同仁设定到职日。及留职停薪总时数，特别休假选择自动，再点选确定流，同仁接下来可点选差勤管理，查看出勤状况及特别休假。点选特别休假，就可以看到请假状况及使用期限。查看出缺勤特休情况，一目了然，赶快来申请免费试用吧。